不准打了，坚持。不准打边。老板打错。车上。你们就站在原地就可以了，站在原地。是吗？是绝对说错的。哦，台湾发大财，是不？对呀，发大财，对呀。这个驾驶比较方便。两个连起来，见见面那个。大理街，他我们今天是让你去你的去你家办的，他都刚忙着拿那下去去，不要打的，你打的嘛是没得这不咯？